很开心啊，对啊，就很开心啊，因为在家关了两个多月嘛，就比较闷。我很激动，听说要解封了之后，就感觉人特别的轻松。对啊，就蛮开心，觉得好多了吧，疫情好多了。激动，很长时间没有出来了，像春游一样的感觉。现在这样的结果真的很振奋人心。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吧，就这么快就可以解封了。反正就是大家心态都比较好吧，我觉得。然后的话，就是看待这个疫情的话，也是比较乐观的。我觉得未来的生活，我觉得会要更加的积极吧。最重要就是我们很坚信我们能战胜这个疫情，然后我们就真的做到了。现在我们觉得武汉会一步一步变得更好。上班要好好努力工作呀。我觉得就算是解封了，也应该更快的投入到工作当中。上班。要上班的，把公司亏的现金流搞活。我打算首先先考虑复工申请的问题啊，因为我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管理人。其实也是蛮想出去转一下的，见自己的亲戚朋友吧，这是最想的。希望武汉的话，在后面的各方面都越来越好，对，像比以前更好。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他经历了一场病，现在好了，还是跟原来一样美，所以就还是希望，对武汉有好感的人能够继续的爱他，然后来武汉旅游。大多数武汉人还是身体挺健康的，然后我也希望疫情结束以后，大家可以到武汉来感受一下，武汉人民还是很热情好客的，一直都说是武汉人是很英雄的城市，也是很一群很英雄的人民。我想说，武汉人民是最棒的。谢谢他们对国家的支持，也谢谢国家对武汉市的保护，武汉市所有的人民的保护，谢谢。